这阿姨说不清楚，要不您来讲一讲。一个村两个拆房。啊啊。一个拆迁，一个移迁。啊。那边拆迁不贴钱，多钱？这里拆迁要贴钱。我们现在呢不是拆迁，移迁。假如这个平房拆迁完一到户口的，我们这里遇到房子也到，人口也要到。假如是人口到了，房子不到，拿钱去买房子平房。假如你比如说三个人112.5的平方，你房子只有60，还差60个平方，拿钱去买。这样的。咱们小房子现在有贴贴有40-50万。那你们家要贴吗？也贴的，有贴贴50-60万，多贴。你们家你们家多少面积？60个平方。60个平方。三个人112.5了，要贴。啊，三个人，你们是要拿112.5的房子？啊，贴。哎，你们买30%到150，6954万。54万。啊。贴钱的，一个大队，两个拆房有吧？没的呀。啊，一个村一个书记，两个拆房，那边拆迁，这里移迁。拆迁跟移迁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的。拆迁就是按照户口的，多少个平方给你，还不签个字也钱多。我们才签个字多少钱？三个人11万，四个人15万。啊。他们那里签个字多少？一个字。就是27万。哪个村？也是这个村吗？也是并在一起的，也是这个村。在东边是吧？西边。西边也拆掉了。为什么会不一样呢？一个村子。不知道，他们政策不知道。那一个书记两样拆。啊，一个书记两样拆。就是东西这个政策它不一样。啊，不一样。不一样。东边那边西边的好，啊、东边的差。哎、差。然后、啊、他们分的房子也好，孔丰林新造的，刚新造的3年以后，我们是分的现房，全是10年以前他们分下来不要的，哦，就我们去拿钱去拿。然后你们分的钱比他们少，其实你们的房子也没他们的好。对，我们就是这。那你们问过吗？为什么原因？他们有没用的？他说你们就是危房以前解决你们渔民困难就好了。就没有说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对，没有问不到答案嘛。啊，问不到答案，你跟他们去问肯定问不到答案。那如果说那我觉得这个不公平，我不签行不行？不签签住你签啊。签住你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案的。他们怎么样一个方案嘛，可以详细讲讲。假如就是说一个老妈一个女儿是吧，在一起的，有就是两家户口分开的是吧，然后你老妈假如平方到了吧，我签掉好了是吧，不行，你女儿也要签，你女儿不签你也不允许签，就这样硬压压住你，就这样。一个几个人哥要签字。都要签字。假如你亲戚就是说直接亲属的，在公寓里面当医生啊也好。联防队也好，在国家单位里面的是吧？你不接，叫他们停止，想好了签好再去上班，这样搞的。就是说你如果说在哪里上国家单位哪里上班的，对，你这个字不签，你相当于就是拿你的工作作为要挟。对，要挟的，对，我们这个村就这样的，像我们这里就是说选一个选主一样是吧？选哪里是村长是吧？也是这样硬压的，你不选就蹲在家里。把工作给你辞了，蹲在家里。就是选村长的时候，就是说，比方说有一个人，你要选他，你不选，你都回去。你不选就不能来投票。对。你要投票就一定要选他。对。我说一句不能选别人。对。不能继续要选他。你不选他，你给我回去，工作也没了。不是说民主选举吗？对啊，他们不管的，他们是后面是乱搞的。哦，那有人管吗？有人管没用的，管不上去的。你这里管到青浦区政府也没用的呀。直接办上给你，给办就是说办上给你就压住了，没用的。上一块的有人啊，老的小的都区政府的，都区政府的。因为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，看到民主选举啊什么的，贴的那个横幅啊，看上去还是挺。今年选的，去年选的。去年选的。没用的，人家想心里想选的那个人，不给他选，必须要选他。哎，不晓得走那个路。我今天选你了。嗯。那你怎么选他了呀？你选好了，他名字以后你给掉。是这样的，他们内、就是说内部里就是相当于内定了。内定的税，他们是定下来，今天就是这五，就是你当了就是你当了，别人不能插进来，插进来也
不给你当。哦，就是不可能选另外一个，对，不可能，只能是指定的。我们这三家这个大队里面搞不好了。哦，那哥们儿，你后面怎么办呢？你房子你五十多万拿得出吗？拿不出也没办法。那你怎么办呢？啊，从东借西借，东西车西了。还有借不多，借不多了，说他没有钱还。啊，不是这一家了，好多家了，没钱的人多。平方是平方够的人多呢，还是平方不够的人多？最多两套。就是平方不够的人多一点，平方够的人少。嗯、很少。40%大概平方够的，60%平方肯定不是不够的，就是借钱的。绝大多数都要贴钱的，都要贴钱的，都要贴好多、啊哦，好多的。我都要，他是按照有人口也要到，这个平方也要，就是总的说的，你拿钱去买。家家贴钱都贴几十万。只是比市场上稍微便宜一点。哎，稍微便宜一点，最高6000一个平方。然后让你相当于让你自己出钱去买。哎、自己掏钱去买。然后到时候这个房子是正常产权吗？就是说你画下来以后，产证什么都给你的，正常产权。那买卖什么都后面你们再买卖都没问题。啊，对啊，就是说一个大队两个厂房就是不公平，为什么他们那里都不贴钱，多钱？我们这里贴钱、啊。多贴钱。